隔两礼拜是过年嘞，当到服务业为到系强攻过年嘅商机，为到过年之前，冇是过年后加强临时营业。今日年年银行业者调查，此商嘅服务业，预计到今年中期同进取，同时有此商嘅业者提高临时营业嘅实现率潜力，而强攻过年假期市场。 C 十四个情形在拿去清洗三百几个公斤，基本上上班族，因为外勤开始接触清洗三机，也可以跟变做其他投入嘞。尤其过年期也太高，做好太平手，加个以旧没系进度间，是无限，但是收入没停得增加。平常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月收入都差不多在五万块左右。那在过年期间的话，我们的一个月。 业绩量增加起来的话，可能就将近到了八九万、十万左右。过年前还有各种服务业，你的需求增加，你下每利用阿内机会增加临时干人力，就你利用后调查，结果去想服务业者，今晚人力，当中三十五趴爱减节，计是人员，每用二十趴爱请经济人员，来增进业绩需求。每用业者开缺是三十八百四十三块来签名，比基本时薪加缺二十七趴。 甚至呢，有到达200元的时薪，都希望在目前这个大家需要服务业人才的情况底下啊，能够及早找到自己适任的人才。对行业来看，系餐饮服务、百货、翻修同食品服务系请到嘅。其后人才方面，系学生出为就业嘅招聘对象。年龄银行业者未建议，想话减节，亦系到前条路嘅人，使用年节前后服务业进而年龄嘅期间，加热短期过年期嘅行列。 为自家餐饭包之外，咪是提升节庆经验。更加新闻前天领料期间，台北报道。